读者，大家好，又是我哈雷蜜。哈雷蜜这次来到的是日本东京的上野，然后我们来到松本清。等一下要干嘛呢？哈雷蜜要带大家看一下日本东京秋冬最厉害的新品，等一下要介绍给你们知道，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我发现了一个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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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的朋友，讲超多非常的，对不对 ？Kosei 的电视广告主打商，你看他手机怎么？10种颜色，那它的外包装是长这样，它现在都是空的。你热卖的商品里面都是空的，要去跟店员拿。它里面是这样子，哎，就是它是外面一层透明的保湿，有点像护唇膏的东西，然后里面呢是有颜色，就是你挑选的颜色是包在里面夹心的口红，然后你整个擦起来是自然的咬唇妆，会非常漂亮。这次主打的颜色有点紫色，有点暗紫。红色，然后我自己也还蛮喜欢这个色的。哈雷蜜另外一个要介绍的秋冬新彩妆也都是 Kosei 的商品。它之所以呢就是卖得很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很好上手，它就是很顺，而且它里面又有添加美容液。然后它今年的秋季有出了2个新的颜色，是香槟金色、勃艮第酒红色。其实它就是有点可以像眼影笔，或者是你要当眼线都 OK。然后你可以轻轻用手把它推开，就是有点亮亮的效果这样的感觉。看起来很可爱，从蓝色加银色的，就是很梦幻。今年年底还限定发售，每年都销售一空，每年都被抢光光。现在预购一样，等它发售的时候，你也是有可能抢不到。里面是一个粉饼，最棒的是你整个粉饼粉盒用完之后，这个盒子还可以拿来装首饰、装戒指、装你想装的东西。这个香粉呢，也是卖得很好，刚刚那一款一样，是很华丽的包装。然后这个香粉呢，它可以全身都使用，你平常外出前不用在身上，就让你皮肤感觉光光滑滑很漂亮，然后又香香的，不用再撒香水，然后加上又有防晒的成分，就是整个三合一的感觉，是不是觉得很棒？9月21号才开始限定贩售而已。它的外包装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就是有很多雪花的样子，它叫做 Snow Beauty， 让它可以遮瑕，然后遮掉你的毛孔一些瑕疵的部分。这东西虽然说主推24小时都可以用，但我刚刚有稍微跟店员确认了一下，他说虽然说是写说24小时晚上也可以用啦，但建议毕竟是粉末状的东西，还是可以稍微洗掉比较好。但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内容啊，它的确是写说你晚上可以使用，而且它里面有含有美白传明酸的成分，是不是很厉害？的确有变白耶，它就是有点像香粉的效果，香香的，但是还是会有变白的感觉。然后整个手的毛孔真的就是被隐藏起来了，非常厉害。今年秋季呢，来日本的话，这个秋季新彩妆的部分一定要记得买，因为它是限定发售的哦。但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，没关系，那就敬请期待哈雷蜜下次的日本直击吧，拜拜。